其他人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龟贤，你的写好了吗？好。龟贤有事要问韩庚，你是我的韩庚吗？你是不是他的韩庚？你说。我是大家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常常说他。你是我的韩庚吗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对。你是我的韩庚吗？他会说。不是。那你自己问韩庚，你再问他一下。你是我的韩庚吗？不是。韩庚为什么他要这样问你？他很爱你，是不是队长？没有啊，不，没有。你脸红什么呢？我有吗？你脸红什么呢？青春焕发。好吧。